主料淡奶油200毫升，糖粉20克，巧克力屑60克，辅料细砂糖65克，水晶15克，朗姆酒15毫升，淡奶油加糖粉打发到裱花程度，巧克力马德琳蛋糕片1/3，黑樱桃拿部分对切开待用，放一片蛋糕，先抹上一层朗姆酒糖浆，再抹上淡奶油，放上对半切开的黑樱桃，平面朝下，然后再填上奶油抹平，放上第二片蛋糕，再抹上朗姆酒糖浆，同之前一样，抹上奶油，放上黑樱桃，照例抹平奶油后放上第三片蛋糕，同样再抹上一层朗姆酒糖浆，四周均匀抹上淡奶油，我的奶油略微打发过头，不平不要紧，反正外面还有装饰，哈哈，在周围贴上事先准备好的巧克力屑，淡奶油装裱花袋，用菊花裱花嘴，在上面裱上一圈花边，最后放上整颗的黑樱桃，完工。烹饪技巧，也可以用巧克力海绵蛋糕或者巧克力戚风蛋糕做心，随个人喜爱，辅料里糖和水混合煮沸，加入朗姆酒及朗姆酒糖浆、巧克力屑，把黑巧克力放平的盘子隔水融化，再放冰箱冻硬，用小勺刮下即为巧克力屑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